带着一首歌，是一首诗歌，它叫做《安静》，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会一起唱这首诗歌，然后就是借着彼此的感动，然后希望通过我们，然后虽然是。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希望 有那个感觉传达给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会感动，谢谢。